要在直播来维 CTV。大家好，我是贾刚璐，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著名世界冠军陀佳希一起为大家做解说。大家好，我是陀佳希，很高兴今天来 VGTV 帮大家讲解这盘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第五届衢州烂柯杯中国围棋冠军赛16强的一盘焦点战。对，是那个唐艺昕对范廷钰，上盘我就是输给唐艺昕，所以很遗憾只能来降棋了。那也是很辛苦，刚下完就要来我这讲。没有，那下棋就是自然不，就是下棋要比讲棋肯定还是要辛苦不少。今天的这两位棋手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觉得，可能主要我交手都不是很多，但我觉得那个，像现在棋手主要就是，计算比较厉害，但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属于收控非常厉害的，尤其我觉得我跟唐艺昕下，就很多时候我都是，前面有优势，然后但是后面在很多细节上的问题上没有处理好，结果最后都感觉很遗憾，就是最后要输一点。那也就是说，唐伟星应该是很擅长后半盘逆转的一个棋手。我感觉就是对时控的感觉，就是对很多目数的感觉比我要厉害。因为陀老应该是属于比较力战型的棋风，是吗？可能是大局型的。大局型。好，那我们还是先进入棋局，边看边聊。好。哎，这盘棋是，唐伟星掷黑棋。对。今天两个人的进程也是比较慢。是，属于拼一下后面。上来这个布局是，一般黑棋是不是比较喜欢使地才会选择这个布局？像现在最流行的，要么就是错小目，要么就是轻小目。因为像现在，中国流那个，就以前中国流比较流行的时候，中国流下的多。像现在就是基本就是，这个挂了，小的迷你中国流，或者就是错小目。可能是现在棋手也都比较喜欢失控。就还是想先有实地下才更有把握一些。是，那实战黑棋大飞手讲。黑棋，感觉本身挂这个的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可能这样，如果白棋比较熟练的话，黑棋也那个不一定能占到什么便宜，白棋应该肯定是挂这个，所以说可能黑棋就是求变一下，就是选择了一个相对少见一点的对大飞手讲。这个好像在职业棋战中是比较少见的。对，那个，因为，大飞手脚，毕竟就是，怎么，就是速度比较快，但是这个脚毕竟没有，以后的破绽还是比较多。白好，棋白棋高挂挂，下。黑棋拖，白棋白。形成。这样形成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定式。是。也是双方都可以接受。那黑棋逼的时候，白棋实战是选择跳了一个。非常厚实的一手，这个也体现可能范廷钰的风格，现在就是下的比自己比较厚，不然像我觉得一般要是我选择的话，拖一下，如果被黑棋扳住的话，对。对，白棋把这个手脚抢，这样黑棋点进来。就是黑棋现在，有可能会点，也有可能会挂角。如果黑棋点进来的话，白棋拍。对，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后续手段。是。对，然后那这一下拖的用意是什么呢？这样拖到之后，如果本身下成这样，白棋应该可能会再抢一个。这样如果，拖以后就是现在没有这两步棋，因为黑棋这边立一个也是先手，对，这边交换到2下之后，以后如果你再拖，黑棋应该会选择长或者尖的强杀。如果你能拖跟他扳交换到一下的话，白棋下步只要再一扳，黑棋是没有反抗的，只能吃。这样白棋获得了这个打吃的先手之后，这边就有一些借用，等于毕竟黑棋这边已经非常厚。
就是白棋这一下有了这一下的交换，他这边就可以选择，对，就是不忍然的让一话，点，如果这个直接下这样，这个角完全是黑棋的空，白棋没有借用的话，白棋不太满意。效率太高了，对，然后如果其次拖一个黑棋长的话，白棋再选择跳回来的话，这下就便宜了。以后白棋直接一搬一虎，这个打劫还是很严厉的。但实战白棋跳也是一种选择，我觉得，拖一下，毕竟本身有点损。如果拖一下守这个的话，黑棋一般都会选择要么是大匪挂，要么是高挂，就是也会先在这个地方保留。因为如果黑棋白棋再把这步跳走回来的时候，以后本身肯定是从外面逼最大，这样这个拖就是损的。就等于白棋这个虽然限制了，就是将这个变小，但对，同时黑棋也黑选，棋也不会马对，上走这个。实战白棋跳一个比较厚好。实一点，黑棋打飞挂。对，这个局部是大飞挂最好吗？还是也这跟个个人喜好有关对系？大飞挂应该就是比较注重目数，高挂的话，白棋有两种选择，一是拖这个，拖这个的话，等于这样白棋目数就实在一点，然后还有最近比较流行的反夹一个。可能我不知道他是想避开哪个图，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觉得大飞挂，毕竟，可能目数要更好一点。那等于就短布局的短短的这几手棋，就充分的体现了两位棋手的棋风，就是，是，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像现在布局一般都会下什么都有，主要是因为布局没有中后半盘那么重要。有一种胜负不在这儿的感觉，是。白棋接，拆三，这个也比较少见。对，拆三属于，可能最近才有几盘的下法，我也基本没有见过，之对，前大概也就是拆低拆二或者是高拆多对，一点，可能一般拆这个比较多，因为拆二的话有还点是不太慢，满意，对，速度比较太慢，慢，一般拆高的比较多，拆低的可能意思就是不怕你打入，这样的话，拆高的白棋肯定想不会犹豫的逼这个，这样。黑棋要卖掉这边交换一下，可能他想拆低的，如果你逼我跳起来的话，这个位置更好一点。所以这也是现等于现在大家对每一手棋的效率都很追求，是对，因为这本身也是定式嘛，的。但是现在就出现了新的变有，化，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黑棋先行嘛，所以说这边有拆这个下来，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是白棋这边先布局有两个子的话，那白棋肯定毫不犹豫会选择打入。所以，但是这样，毕竟黑棋现在棋盘上有一招先招效率，所以可能他觉得过早的战斗他也并不怕。实战白其实很淡定，然后白棋对，就自己守一是把最大的一步还是让走。因为你这样拆这个，这边牵一个打入，这边再走的话，自己的效率会变低。不像如果你是高的话，毕竟你两边都能护住一点。如果你再去挂角的话，这个低的感觉就两边都欠的感觉。黑棋实战是这个。这步棋的用意是什么呢？这个应该就是不想很平稳的让下成这样，他可能就想把你的位置压低一步。但我觉得白棋应该除了飞也没有什么办法，白棋如果不飞，黑棋接着走，或者是白棋如果从那边靠出的话，就是明显是帮黑棋在走棋。是有种帮黑棋补毛病的感觉，对。所以白棋这步飞也是比较必然的，然后黑棋再回跳。好，白然后白棋棋闭再住，闭，这样的话虽然这下压低一下便宜了，但是白棋就并不会马上出这个头了，对，因为这边黑棋有一个硬头，这边呢本身的效率就变小了。是，所以这个下法也是有利有弊。它虽然避免了白棋这个一手棋走到这儿，但同时白棋也省了一手棋。对，我感觉。这样看上去，我觉得他可能还不如跳一个之后抢一个先手。但是好像当他在挂到这个的时候，他这个子的位置就又不见得有这个好。是不如这个好，但对，是，毕竟他可能本来对，本下来不肯来。定是会被白棋逼倒。是。
但是实战黑棋选择在这个地方先花一手，白棋避到这个，黑棋先，黑棋如果不尖，这边直接靠下来的话，白棋肯定会选择扳断。黑棋只有断，现在加兵不成，然后黑棋只有打下来，这然后白棋加一个。嗯，黑棋应该会立，因为黑棋如果搬，白棋就顺势打了一副走了。黑棋立一个的话，白棋会拖这个。这样。这样，由于这边你欠个断，如果你现在马上补断的话，角里你以后点白棋就尖一个，你拐回来，白棋也是活棋。这样的话，你等于就破了这一点点目数，黑棋肯定是不能接受。是。但如果这个地方你先有一个尖的话，再想这样，白棋局部角就变成死棋了。是，而这个靠的时候，白棋如果不能搬出的话，就特别委屈，对，而且，等于你如果要顶的话，还得补回去，这个尖也是同样是一手棋。对，也就是这个等于是先手了，那就相当于太大逆收了一条边，所以白棋出头。然后黑棋再打入。打入。那这一手也是有这个加强这边的。对，他肯定觉得尖一个价值比飞出来大。同样，以后不尖的话，等白棋先手打入的时候，这你再想交换，就有什么很多变数。就等于它虽然损了下面，但是对上面的战斗会有一定的帮助。是。啊，他先拆了一个，然后啊，白棋用白棋震了一个角。然后再打。白棋加丁。白棋丁也是比较冷静的一步，就是本身这个局部跳一个可能目数更好，但这样黑棋有病或者靠这边很多先手的借用，所以说他盯住。然后当白棋要经营这边势力的时候，可以选择靠这个。然后但是现在，黑棋把这个角，就掏了。对，接着黑棋就搬一个。把这个角捞了之后，等于这个差把白棋这个边，就是这个后手给限制住了。对，恰到好处的位置。那这两手白棋肯定是不肯。对，所以白棋现在肯定不想选择这个，就会把目数捞了，跟黑棋在这个地方进行战斗。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记这两个字的区别，就是这个会目数好一点，对，就但是是。如果没有这步棋，肯定是选择会跳一个。如果战斗的时候，可能丁一个就会是厚一对点，借用会少。学到了。然后黑棋跳出，对这个地方拖过并不怕，是现在主要你从这个地方拖过，黑棋就要顶过来。你可能是粘一个，因为你顶了扳的话，虽然捞了点目，但黑棋会更厚。这样。粘我就退一个。这样的话，首先黑棋选的这个，我觉得黑棋已经满意了，因为打等于从这个地方，包过来一层皮，这样对以后中间还有各个地方的战斗肯定都会有关系的。所以是。黑棋打入，白棋选择回去，肯定是不能考虑的。总是不太肯。所以实战白棋跳出。比较必然。然后黑黑棋棋也跟着跳。黑棋这步跳就是比较狠，因为本手可能是黑棋先出头，那这样他可能觉得被白棋拐阵过来的时候不太舒服。对，黑棋有可能还得自己再走一个。对，这个地方跳的话，自己的形状也不太好。但如果丁的话，以后白棋上面就是还这是边有点，还是有还借得用。用。但如果不走的话，被白棋点进来，黑棋也很难受。所以实际上黑棋肯定先撑了一刀。如果白棋只是简单麻木的，那肯定是对，被黑这样棋跳下骗赢。来，因为当黑棋这个地方就是上面走轻了的话，黑棋还可以选择拖过，就黑棋这边几个子还是比较轻的。实战白棋是靠这边。靠一个比较狠。也是。靠的意思就是黑棋只要不搬了长起来，黑就是你只要无论怎么在这边硬一个，白棋都偏硬。但如果你在这边，这样正常来讲，这两个肯定是大俗手。那这样的话，白棋就要先在这边有所动作。
就是他一定得在这个地方对黑棋对，有一有定一定的，公式。实际上他再拖一下。这个拖是必然的次序。如果你现在本身靠一个黑棋很轻松的一拖，它等于就哦，过了，是。这边你已经没法阻度了。但是如果你拖黑有了棋这硬项拖，交换的话，白棋再顶，这样的话下面就没有度过了，它可以再继续攻这边。然后如果黑棋退一个的话，等于这边拖也是就被白棋断开。所以说，等于既然上面都已经损了，下面的交换就没必要保留了。这都是等于从这个抗开始，都是一个连贯的。对，那么是这样。黑棋退一个不给白棋借用，然后白棋靠这个。这个感觉黑棋有点苦啊，多这少有被黑点过加大分的那边一靠，感觉。就一眼看过去，没有什么明显能跑出来的图。他实战这个跑的方式也是比较委屈的，还要苦肉一下。黑棋搬，这个是可必然白棋长。然后首先虎这一下感觉就比较损。对，因为本身以后黑棋靠过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是软的，是。现在有了这一下的交换。尤其是正常这样看上去，这地方还欠一个段，但如所以说白棋这个丁对这边战斗还是有一定好处。实际上黑棋挖一个应该是好棋，因为这边，如果首先你这种自己粘一个应该是下不出手，白棋就跟着硬，很舒服的顶一个，但是如果你直接从这边出头，白棋先搬。如果然后还这是挺边难再好。来猴段的话，这边你就等于什么都走，什么都来不及了。那如果说这个子还死了，这个地方还是淤形的黑棋，对，跑甚至都有可能不便宜，是，所以，等于没有破到白棋任何目数。实战，这个挖，白棋打吃，白棋只有打吃这边，打吃这边被一长，等于直接就断开。白棋打吃，黑棋再战，然后白白棋棋提，提。也就是说，黑棋觉得被白棋提的这个形状不如被补在这儿好。对，是的，就是他觉得你虽然提了我一个，但是毕竟你就是这个地方，尤其形状还是有对点，形状还是要差而且下面眼位也有区别。那么卖掉了这一下以后，黑棋再贴出，但是总觉得被搬的时候只能侯，还是心情很不好。是，主要是你即使搬白棋，就跟着你长。主要你这个地方是软头，你没法虎下去。只有粘的话，那这下拐白棋再冲断，等于反而是帮白棋走棋。如果要连，肯定也是一步接一个，这种直接往下连。白棋，不依不饶的飞下去。像这种就比较需要计算。如果白棋本身只能粘一个，黑棋可能最狠的是挡下去。这样的话，不但这个跟这个拆有了一定呼应，以后这黑棋立一个和这边尖对白棋脚步还是一种搜刮。等于这样的话，黑棋虽然看似形状很不好，但是一旦就是对方缓过劲儿来的对，熬话，过这一天了。是等于白棋也很难受。是，而且如果白棋只能忍的话，确实这以后的目数，对，白棋不肯，对，只所以有。飞也是，当然肯定是基于计算的基础上，但肯定是他想一口气把黑棋搜刮的惨一点，对，在这个。黑棋实战搬了一个。黑棋如果这局不断的话，白白棋是棋长吗？如果长一个，黑棋打出来，这个相信他们肯定是对，有过实计算，战中都有过思考。然后接在这儿吧，白棋断了。怎么感觉我气也好紧？这样感觉谁危险啊？打一下，这边怎么受气？拖一个，这样怎么感觉白棋对，很我就危觉险？得看起来好像白棋有一点点的。这样如果白棋之后打吃被黑棋打了这一样粒的话，对，
应该直接就静死了。这样肯定是不够，如果被收一个大头鬼的话。但如果直接顶在这边，黑棋就算也是断一个，感觉也没有什么区别。嗯，就是我现在如果吃就还原了，我只有团、嗯、团，这样黑棋拐你拐住。我是四口棋，哦，可能五口，但是这样白棋七肯定是不够的。我这种断没有断力，但是提完我搬一下，等于你只有三口气。嗯，而且主要是我这个尾巴，你，啊、哦嗯，你可以扑了打，导演。首先这下就扑不到，你断了力，嗯、断这个黑棋就直接粘上，白棋就不够、嗯。这样白棋是比较危险。那看来断这个白棋应该会是选择打吃一啊，就不是这个正面应战。对。因为刚刚那个确实怎么看这个棋好像被拖到这儿以后白棋的气都有点紧，是如果长、嗯、白棋冲这样有了这一下的交换这边是防住，对，这样如果你再拐的话白棋再冲这个比刚才就好多了，因为白棋就是这边都是白棋的子，白棋争子都是有利的，嗯，等于你这样再打出来的话，嗯，等于就是这边你只能落后，只能白棋先收下面，而且这边白棋多一个子肯定是有帮助的。嗯，那差太多了，尤其是这个地方白棋先收气就完全不一样。是。那么，嗯，黑棋搬。嗯。搬这种棋，首先就只能站。如果你跟着他搬的话，那对方很舒服的一连搬，等于这样白棋已经两边都走不好了。如果你跟着这边吃、嗯、这边黑棋一冲的话等于这个飞就失去作用、嗯、但你如果再往回站的话那等于你这个往别人身上挤肯定是不是棋的，是黑棋现在就黑棋就站一个、嗯、如果你再断的话、嗯、我就断、哦、因为刚才你这边还少子之后黑棋这种挡下去你可能只有贴一个，黑棋下面还有各种先手延棋的手段、嗯，这样白棋肯定是不行的，是，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必然的，白棋只有粘，然后黑棋粘出、哦、然后白棋跳、嗯、黑棋还是需要往外跑，对，黑棋是让人靠了，嗯，也是等于感觉黑棋形状是有点紧的，嗯，如果白棋搬的话 嗯他要挤一下，对，然后顶断，哦，只有退，然后再断。哦，黑棋大吃，黑棋跑。哦，白黑棋跑，团子、哦。这样应该，白棋可能是觉得没有什么把握。嗯，白棋在补，黑棋冲下去。这样感觉上，如果白棋不能在这边就地做活的话，嗯，跟黑棋这个长龙杀气应该是不够的。对，而且他局部首先眼位就不充分，而且他如果是要使出这一下以后，黑棋立硬腿是先手，这个脚步，然后这边立也是先手，这边有个拖断，啊、是这样，显然是白棋战斗，对，白棋没有把握，是战，白棋就冷静的病了。啊，等于这个永远都是一手棋，因为如果黑棋既然你封不住他，那黑棋跑出去之后肯定是会挡下去。他在挡的时候跟你贴交换，等于他就先手把你阻断了，尤其刚才我们说的下面黑棋还有很多先手，嗯，是，但白棋如果并一个就是先把下面连回来的话，这四个子就是也并不是不可以弃的，嗯，等于是可以看清的，对，而且白棋的这几步都是走在目数上的，对，现在如果双方就简单的对跑的话白棋是可以满意的，对，因为从黑棋这步打入开始虽然破掉了这个两个间隔中间这个三路的目数，但是白棋把目数转化成这儿，黑棋对这个自己的这个拆星位这个拆边已经损失的很惨重，哦，是是，尤其现在看上去还是白棋、嗯、还是要比黑棋要怎么说比黑棋要厚，这白棋，而且这几个子多少还是会有一定的呼应的感觉，哦，对，中央，那是不是下到这儿的时候会觉得白棋更有一掌握一点，嗯，对，感觉白棋形势要更好一点，嗯，那你觉得黑棋是什么地方，我觉得黑棋跳一个可能还是这本手还是要跳出来，哦，因为实际上这边虽然便宜了两步，那这边的白棋这先手的一套组合拳还是弄得有点惨，嗯，
是，尤其白棋把头出去的话，这扳了长，因为这边肯就是大家头都出来了，毕竟价值还是小。当黑棋这么厚的时候，他肯定后悔这一下对，调换，这下尖特掉别也有点郁闷。亏。本身这个下面还是有一定价值对，但是这个棋就是瞬息万变，的。你当时的好棋，可能你也得通过后面的下法，不然可能也要变成不好的棋。所以那如果从对手的角度来说，就是怎么让你先交换的棋变损，也是对，他要想的一个问题。是。对，那实际上黑棋还是要继续走。就追究白棋的形状的对，问题。白棋实战搬一个应该是必然，因为对，他还不先，然呢这地方有个八段，他还先冲了一下，就便宜一便下。宜一下，然后扳住。然实后，战黑棋，实战形成了一个哎，转换。黑棋挤一个，意思就是你只有力不能挡，如果你挡一个，它气急，对。就是先挤。对，然后他打吃，我就这样。然后我断，对，这样由于气紧的关系，我对，就等于被这样他挖。再一挖，他这个地方就不入气了，等于这个黑棋不在脸上了，然后白棋还得后手从下面跑回去。然后如果白棋立的话，他应该就是觉得这下已经便宜了，因为你本身这个棋，就是双方出完头之后，这个地方被白棋一爬，黑棋特别难受。就如果从目数的角度上对，来说，可能只有扳住，然后白棋冲冲一一下，下打吃先生。对，而且还差一只眼，对，但如果黑棋能先手挤上一下的话，跑完之后这个地方有个挤，等于白棋这儿也冲不动，他应该就是想先手便宜。是，但这个时候白棋就不肯了，对，白白棋棋就，实际上也是弃和。对，他要打。啊，既然刚刚黑棋是要挖的话，那么如对，果等交于换你到如这果下，能粘住它，就能爬回来。这样的话，反而你挤一下是变损的。对，虽然等我也损了一下，但是我下面要，目数还是便宜很多。对，因为挤完黑棋这个地方，这地方已经很难对，他受。就，如果你不挤掉这一下，以后被一冲，等于就挤不着了。是，但这下挤就等于他把这个地方强迫自己必须对，得当天就补这气。已经是很难受了。所以黑棋也是没有选择。实战这个大吃应该是已经只能转换了双方。那么黑棋搬，就获得了一定的目数。对，然后白棋把这个踢在中央。但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有点？对，这个地方冲的话应该是，棋但局不是好走。对，次但序。是白棋如果想用到这个冲的时候，白棋只要先断黑棋长，因为断的时候你挤不到这一下，然后他冲你只有退。就等于这地方黑棋味道不是很好，对，但白棋也不会先走。对，因为，黑棋挤掉这一下之后也很难受。如果你挤掉的话，白棋就淡淡的冲一个，你打。冲你打吃，我一粘，这样的话你退这个我就断先手。如果你走来这儿的话，等于这个地方我还是有一定的先手，所以黑棋肯定也这样的话，你看你挤跟我粘脚的话，你就损失很多了。等于这边尖就其实是我的权利了，对，等于是吗？这个地方双方都得看情况才能走，谁都肯定不肯主动先损。那么走完这个以后，黑棋飞出，这样是不是基本上可以判断形势？对，先把这步棋拿起来拿一下，走我们先判断一下形势。这个角黑棋应该有14步棋，14目。如果这下尖一个，算黑棋的全力。这块有1、2、3、4、5、6、7、8、9、10、13、16目，16目三墙。十亩一共。30目。然后这边如果黑棋就想很简单的补一个的话，并一个，这个应该有20目棋，这样黑棋就有五五十十亩，目，全盘50亩，他们然白后这棋呢？块1、2、3、4、5、6，6目棋应该是不止，如果就算6目，10、15、16、17、18、19、19、25，对，这样棋10目先点35目，这样的话并一个等于黑棋目数上要排名15，对，但是感觉上黑棋是不太乐观，白棋就碰一碰。就是因为黑棋这个50目想掌控就很困难，但白棋这个地方只点了10目，因为这个都说中间八花30目，就是中间有很多潜力，而且刚才白棋这2目点到这儿，这边如果
轮白棋下白棋走一步，想长十目还是很容易的。嗯，确实。哎，而且这个地方就是算黑棋尖，已经算是黑棋很满意的情况。哦、也就是说，如果黑棋简单的补一补，应该是白棋不错的局面。他并一个的话，应该就是等于你已经是失控了。白棋就因为首先大飞小脚，你再并回去的话，效率就很一般。嗯、白棋再走外面就不怕撞后你，他肯定想飞一个。这样我先把外面撑住，如果你破我脚的话，外面肯定会差一些，哦，就会影响外面。对，因为现在好像隐隐约约的白棋这外面的子儿，就这个子儿显得黑棋很单薄。这样就是这边我感觉黑棋还是亏损，因为这边被白棋连走了两手棋，中间又提了朵花，虽然黑棋下面获得了一定的目数，嗯，是，还是白棋满意，嗯。但差距还是比较小的。嗯。那么黑棋飞的时候，实战白棋大飞大二。啊，漏。这样的话，等于就是既然你撑住，就我也不太肯再往上走。哦。我就坐在下面。这样毕竟暂时下面有个联络，然后这个对你脚的影响肯定会更大。嗯。黑棋实战是尖。啊、哦，他还是觉得这个很大。对，这步棋还是。很有诱惑力。嗯，对。如果这个棋被白棋尖了的话，嗯，白棋就可以单冲这个。对，你如果挡的话，我可以。对，白棋再一扳。扳下来，这样黑棋就抵挡不住了。这三个子和后面尾扳。啊，对，这样就被断开了。嗯、如果你只有退的话，等于下面这一尖已经是逆收了七目棋，然后上面这个还撇一刀、嗯，可能就是非常大的一步棋。是。但是现在这个时机，如果说黑棋走，因为对白棋的死活没有关系的话、这个，但是很多时候对局就是这样，他就是可能本身这一步棋不一定好，但是他只要走在目数上、嗯，就是你在别的地方亏损。首先这一步跳，嗯，就是十五目，你走别的，还是很大嗯、对你只要便宜不到的话，我再把这步跳抢到了，我就是便宜了。除非但你别的地方你想动手段的话，那也是有风险的。啊，那等于其实这种下法就是在自己形势如果本身稍差的情况下，它等于就是拼搏的一个状态。啊、不，这种感觉为什么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木数？因为走木数的时候，就是比较容错率高，就是你、啊、而且你优势的时候也比较容易赢，不像你全盘就像白棋，全盘都是后势，中间感觉有五十目的潜力，但别人就不讲理的进来。可能一破就破了你四十了，嗯，就风险性还是有的。对，但不像你，就是你目数领先，只要领先别人十五目，别人官子再厉害，便宜你两三目、三四目也就很厉害了。啊、嗯，应该说是，你都走得特别扎实的话，就对方也没有什么拼的地方。嗯、但你如果是这种，比如大型的这种控，人家真的进来的话，你多少还是有点虚的。是。实战白棋先拖了一下，嗯，拖完是一个鹰手啊，然后黑棋扳住，应该就是先看你走什么。如果像黑棋这种力的话，白棋应该是会直接动吧。嗯，如果立一个，白棋准备走什么？这个地方立一个，白棋。好像也没有什么手段。嗯，黑棋为什么没有选择另一个？我拖断。啊、嗯，拖断黑棋就应该是只有忍住、就是嗯。但我确实，我觉得我不便宜啊、哦！我在下面捞打。是不是黑棋就担心下面这个兔？这样，但是。然后护住了。啊、嗯，就还是有收获。你吃了。黑棋应该就只担心这个图，因为感觉白棋走别的也没有什么更厉害的手段。嗯，这样就是这个子已经是被吃掉了、啊，或者就是担心白棋飞一个。飞，嗯，黑棋应该要挡。黑棋只有挡，然后白棋往上贴，黑棋顶住，白棋挡。嗯这边如果本身没有，这边如果是黑棋的子的话，嗯、局部黑棋搬了。就是无论是吃了粘啊，还是吃了怎么杀，嗯、都能把白棋吃掉。但白棋这个地方现在有个子的话，是多了打劫的可能。对，这样
就是黑棋局部肯定是无法进杀的、嗯、但如果你不动的话，白棋跳一个或者粘一个就是进活。嗯，而且活完以后这个对方就欠一个段。对，我不知道他是担心这两个哪一种下法、嗯、但感觉本身搬一个是被白棋便宜的。哦，但是就是这以后白棋是就是可以选择黑棋，白棋应该保留看情况搬两边吧、哦、因为感觉黑棋下成这样，这个飞的效率就不是很好。是这样，还感觉还不如补在这儿干净。这样的话白棋随时是这个子和这边的扳虎。对，白黑棋都感觉就是这样，下成这样放在这儿感觉就有点怪了。这样哦，就等于他本来这步棋是想追求一下高效，肯定是想白棋走外面的话可能里面就会被他就是想撑住、嗯、但白棋这步棋可能这步棋是好棋，如果放在这儿的话黑棋肯定会毫不犹豫的立下去。哦、嗯，等于他在这儿的话对下面还是有一定接应的。嗯，那么这个看完以后白棋选择保留还是把这个刚刚何老师说的十五目先是，这个还是非常大的一手。而且像现在的这个情况还不太止，黑棋跳进去之后跟这个冲断还有关系，如果你本身是吃外面他能把你这个子断死的话、哦、可能就有二十目。是，而且这个很厉，就是他只要他甚至是还可以先冲断，他就先跳，他再收冲断、啊、你吃外面，他外面虽然损但再把这步断死，嗯，你还是你侯争先还是打了战，你依然就是很慢，不好使。是，所以这步棋白棋还是把这个打住，还是木，哎，归根结底还是木。那么黑棋下面靠一个，好，黑棋靠，白棋搬。哦，这个主要是黑棋这种棋也不太好下、嗯，因为像现在拖到一下、嗯，就是这个地方黑棋首先已经没法再补了。嗯、然后其实能就是能眼见的就是中间和这条边了，但是中府很难走棋，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府就像现在这种白棋拔了一朵花，黑棋你无论扔在哪儿，比如说你在这儿扔一个，嗯，然后下步再跳一个，然后下步再跳一个，但其实就是虽然你感觉每步都是一手棋，但是你也并没有，首先没有威胁到白棋，其次自己确实也没有做出两只眼。嗯，如果白棋相应的走两步的话，这可能还是一盘暴棋。哦，是，但不像你下面这种一拆二，这个很简单的双方拆二，就是一眼就看到，这就已经是十几目的区别。嗯、是，尤其他靠一个走的可能是更积极一点。嗯，像这种确实我觉得是很体现水平，尤其像这种你不知道就是双方都不知道走什么的时候、啊、你能下出相对正确或者是正确的下法。是，也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尽量避免走单关，就是一眼看不到目的棋、哦、对，就是像你往中间扔，就是可能现在双这个间隔毕竟窄，如果再空旷一点还有你目数明显领先的时候才能走这种、嗯、因为像现在黑棋本身目数就不领先，嗯，然后如果你再因为刚才白棋这块棋只点了十目，这中间点了两目、嗯、如果你在中间走两个没有目数的话，白棋抢两个黑棋肯定自然就不够。嗯，对，所以黑棋靠一个，对，也是比普通的拆二会更积极一点。嗯，立然后拐棋。对，像那个烂柯杯是属于那个每方两个小时的棋、嗯、然后围甲联赛等于一般都是采用联赛规则的话是两个小时四十分钟，对，这样的话它等于就比联赛每方各少了四十分钟，嗯，这样的话等于就是会进入读秒更早，所以说就是后尤其进入读秒和后半盘的时候是更重要，因为就是棋手也就是厉害的也我觉得大部分也都是进入读秒会失误比较多。嗯嗯，那也就是说这个比赛应该算已经算是国内棋战中比较快的一个赛制了，就对它除了快棋以外，对，等于现在它应该也就是非常独立的一个优势，因为我感觉现在就只分三种就是优势、嗯、一种就是那个联赛的慢棋规则、嗯嗯、等于两每方两小时四十分钟，然后五次一分钟读秒，六十秒读秒，对，然后还有就是三十秒一步的快棋，等于这个叫 CCTV， 嗯，一般是十次三十秒保留一分钟的那个、嗯、对，然后还有就是因为
因为就是有世界起战，尤其中国就是韩国举办的农心杯是三国擂台赛，中国的成绩一直不好，所以就把联赛的快棋改成就是每方一小时，然后一分钟一次读秒，这个叫农心杯规则。等于除了这三种规则之外，就是的用是就是除了这三种，就是大部分都只采用这三种的一种，然后要么就是国内其余的只有两个比赛，一个就是烂柯杯是每方一小时55分钟的，还有就是那个李光杯啊，还有就是以前的李光杯，现在李光杯也采用农心杯规则了，所以可能现在确实是烂柯杯是就只有他唯一的一个选择这种用时的比赛，比较独特的一个用时。是，那烂柯杯也是对每两年一届，并不是每年都有的。对，但是他冠军50万，也是属于就是他举办一届里就是一年之中最大的头衔之一了，就是可能是仅次于棋圣战。是的。那我们再继续回答棋上，然后实战白棋是在这个角上动手。那这样看来，今天两个人的用时还是比较慢的啊，因为在进行到这儿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对，主要是因为双方虽然布局没到几步，但在这边就是双方就进入战斗也比较费用时啊，就是这比如说这种段的计算啊，对，还有黑棋这些搬完之后往外靠，就是双方每一步肯定都是需要经过计算，因为像这种局部就是如果有一方死了，可能就瞬间就被对方击溃，就等于包含着大量的计算图。对，所以说整体的手数就会比较少。对，因为是这个比赛是早上10点开始，对，等于提前了半个小时大概。但现在我觉得现在是快3点钟，对，也就是说双方应该快进入读秒。对，等于下一共进行3小时50分钟，两方就肯定都会进入。对，现在是进行了40分钟左右，如果用时均衡的话，应该是都濒临读秒的一个。是，但是进入读秒我觉得很多时候就下得比较精彩，因为双方很多时候都会看不清，所以说变数会增加一些，但是看不清很多时候尤其是劣势的一方肯定又不会想把棋走得特别清楚。好，那我们继续看上来然后搬黑棋打吃，白棋还是选择了从这边动啊。对，因为毕竟这个子是跟后保有关系。然后白棋打吃，黑棋提掉，白棋再打上去。白棋等于就是想利用这边就是绝对的劫财，然后跟黑棋打劫。对，因为黑棋实战是吃了一个，如果黑棋打这个之后去找劫的话，黑棋首先就很不好找，比如说黑棋冲一个，那白棋估计就会直接给你开劫，然后就是找这种绝对的劫财。你如果消劫，虽然我这边损了手棋，但我这个一吃，等于你这块棋基本就是感觉已经快死了。是的，但是如果你硬的话，等于这边被白棋提回来之后，等于这边就是等于他把你打爆了的话，黑棋也没有什么棋下。是，黑棋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允许被白棋开到这儿的话。对，开到这儿等于白棋接着找劫，这下步一提起来已经完全看不出是黑棋本身一个大黑手脚的失控。是，也就是黑棋如果被开到这儿的时候是全盘不可能找得出一枚劫财。对，因为整个这个右上角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说实战黑棋就等于先忍了，先打吃了一个这个，然后白棋提劫，黑棋就打吃了一个。黑棋等于也是没有办法，他等于就是没有办法，因为劫财不利他就不打了，没有冲。打的时候白棋顶，那根据我们刚刚判断的形式，黑棋是绝对不能就这种提，然后白棋自己补一个。对，现在我觉得应该是白棋明显优势的一盘棋。现在黑棋的本手可能是挡一个，然后白棋不能断，断背离只能搬一个，然后你粘白棋就退回来。这样的话这个接是白棋的权利。这样的话等于他把你这个空一洗，我们再来简单判断一下。这个地方靠住之后是四目十，
朱亚奇肯定有20，嗯，20亩，这边还是16亩，嗯，刚才是大家见到判断，对，36亩，1、2、3、4、5、6、7、8，8亩棋，44亩黑棋，白棋10、10、50、21亩，朱亚奇还是6亩，27亩，嗯，29亩，朱亚奇刚才点10亩，现在应该有15亩。等于现在白棋退到这儿，等于是一个盘面的心情。Oh. 这样黑棋，尤其是潜力还是让白棋打，黑棋就明显落后。是，所以黑棋不能这样简单的选择。嗯。但我觉得他飞应该是当时想拼一道，嗯，但是局部被白棋顶在这儿的时候，应该还是亏了，因为感觉白棋一步棋下到这个顶的话，黑棋这个地方还是很难满意。嗯。对，实战黑棋是一个拼搏一个战，对，但是顶完以后呢，白棋先粘，这是白棋的权利。但感觉顶这个像弃子了呀。对，他实战就是这俩子不能要嘛，因为黑棋现在的下面，对，像没有他活的余地，搬白棋就长。对，现在是玩一个搬。嗯，首先白棋没必要是那个，但我觉得搬。长一个，这局部应该就是死了，嗯，白棋就尖一个，嗯，他就算黑棋的，这你走我都硬，你加我就硬，对，但像这个地方挡白棋就点一个，嗯，然后你糊我就记住，嗯，尖我就爬，嗯，等于这下面是明显是块死棋，是这样黑棋是不可考虑的，嗯，然后嗯，所以黑棋这一下就是他实战是等于应该就是想跟白棋拼搏，因为他如果不先走这一下的话，他先点这个，嗯，这边有损了，可能那边他有，如果再顶白棋就立就算了，嗯，走这个，这样子白棋就好一个，嗯，你挡也无所谓，我就搬，这样你也不敢下来，大概你也就是粘跟我拐回来交换，嗯，这样你这边虽然便宜了，跟白棋本来是这样的，嗯，现在我只要这样行了，但你点一下感觉亏很多，嗯，是这一下是，对，所以说黑棋就是不能先损，嗯，再跟白棋粘，嗯，如果你直接顶白棋直接忍耐，然后黑棋白便宜的话才可以考虑，嗯，但同样的道理，黑棋先顶这边也等于就是上面先损了，对，白棋肯定会先把这边走住，对，现在看刚刚如果按那个图判断，白棋大概是只有六亩左右，六亩还不到，不到有一个点，哦，对，但是这地方刚才白棋打了力也有拖，所以六亩左右可能，嗯，对，六亩左右，但现在如果是这个地方看成被以后被立死的话，这地方已经有14亩，13，这要笔记一下，嗯，对，等于差了7亩棋，是，也就是这个地方黑棋要有很大的便宜，它才能弥补上面。对，白棋黑棋要把这个地方穿完之后跟白棋互跑。嗯，这样刚才我点了白棋15亩，但是他跑的同时能把中间白棋潜力破一下的话才是成功的，不然的话肯定不便宜。嗯，实战没有办法，还是得拼。然后白棋借。对，黑棋如果只是这样从夹缝中出来，本身这个地方损的目数跟他破的。也嗯，但是黑棋顶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挡的话，白棋这边一连厚，白棋全盘也都很厚，嗯，没有薄的地方。但是顶的话，毕竟这地方还是一个战斗。是的。黑棋挖。嗯。白棋打吃。黑棋长。嗯，白棋立。这样，这两个子是。然后黑棋挡一个。这个棋挡是没有办法，如果拐的话被跳过，对，白棋就尖过了，就是等于只剩黑棋自己跑，嗯，这样的话这肯定是不能接受的，毕竟挡下来的话，你只要吃不住我就是大家一起跑，对，但是本身如果没有这个尖的话，这个局部收气等于黑棋只有这两个先手，嗯，所以挡在这儿其实是心情上很不好，本身是没有什么用，对，它等于刚好收不回来，如果再挡完之后再收成这样之后，嗯，那这手气对这个挡价值就很小，嗯，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本身就是在白棋的子力群里面战斗，嗯，然后挡白棋小尖了，嗯，很，他先尖了一下这个黑棋粘上，啊，黑棋靠了一下粘上，嗯，粘上，白棋再小尖，嗯，
下的特别扎实。等于白棋现在就是只要我这块棋处理的比你好的话就可以了，也并不是一定要去吃你。然后黑棋拐出来，白棋这个时候选择虎一个。对，虎就是如果你再去攻的话，比如说你攻一个黑棋这一侯，你就很难受。如果你团的话，感觉就是白差两棋。是，但如果你不团的话，你又不肯走，也不肯被别人直接从下面过。嗯，尤其是虎一个下步这一跳，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像跟这种跳，虽然没有十五目那么大，但是毕竟我走在目数上，你中间不一定走得到目。黑棋现在先飞过来，黑棋接，接，先过来，白棋跟着走。白棋飞。黑棋飞，感觉像这个时候白棋就很好下，只要把自己稳住就行。是，白棋等于只要把自己处理好，再加上这个跳的价值，对，黑棋这一块肯定不便宜，对，没破到东西。然后试着把棋冲断。那个确实总是觉得白棋不会怕，因为白棋这个中间的拔花也拔不进。黑棋反点那个，白棋先住。我们终于追上他这个进程。是的，感觉黑棋不知道黑棋要怎么准备下什么。黑棋本身局部挤，白棋就硬住，黑棋吃，对，白棋打吃。这个地方如果黑棋再抢这个提的话，我觉得我白棋长过来，对，我应该会走过去。我觉得这个黑棋应该是杀棋肯定杀不过。对，主要这个地方你本身封我也不是很好走。对，尤其但我觉得就直接杀气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黑棋他还说点一下以后不走，那应该不会有便宜的地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读秒的时候打，对，也有可能。感觉如果从这个进程上看，应该是黑棋的用时会更多。我觉得有可能黑棋先进入读秒。是，而且棋现在也确实也比较苦。对。黑棋把这个给拐了。这个拼的确实是挺猛的。这个拐，他的意思就是我这个下以后是可以过的。但也不能过呀。一粒过不了。他搬一个，白棋粘。他再断。不过这我就都硬了。对，他可能是，是不是就这样？让你气紧一点，还是？但我感觉拐这个，白棋实战就长了。他这样的话，确保自身的安全以后，就只剩黑棋自己。对。那现在黑棋，白棋就是可以，白棋应该就是要粘。这地方，虽然白棋气紧，但是刚好这黑棋气也紧，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但我觉得他拐的这个思路并没有错。如果他本身打吃一个，白棋跳进来，等于就这个地方黑棋这整个角这一圈肯定还亏了。这样可能下就是再收几步，白棋目数就明显领先了。他拐了打吃，但像这种时候白棋也就是优势的时候也不是很好下。白棋立下来。然后黑棋打出来，这块棋是不能死的。对，这样的话，他以后挤在这儿的时候便宜。这样白棋大概只有单团，然后黑棋拐，然后白棋粘住，这样等于你如果再像前面那个，他提个这个子的话，他的这个地方有一挤。对，你还是必须得补。对，我觉得白棋这棋还是不如粘住。粘住的话，黑棋不太好走次序。黑棋。如果直接断这个，我觉得白棋肯定会吃了。他实战地这个可能也是想受控，吃他就飞了一个，所以我觉得他目数上应该不如粘在这儿。是。我觉得他可能唯一觉得立这个黑棋要是直接来，他杀气的话立在这儿好一点。他可能是有一定的优势心理。对，还是想下得稳一点。对。但这样的话，可能就。但是棋又变漫长，对，又会进入到收官的这样的一个。对，黑棋靠了，等于这样你立在这儿，他以后从这儿收目的时候，尤其本身提一下，这就差两目，还是
差不少。关键黑棋是可以保留这点白棋很郁闷，对，这保留这个题和上面，对，我用哪个的话可以看我到时候的情况。对，其实他肯定会从上面先挤，因为像刚才计时这样，你吃他提还是先生，等于上下都会便宜。对，这个太痛苦了。但是可能白棋还是觉得自己这个棋优势，白棋挡住、嗯、挡住。那这样我们也可以大概再来判断，再点点目。黑棋这个地方还是不是差别不大？对，黑棋十六目强应该是总有的，但是五六七八九十十六十，这个地方应该能就点十八目嘛。现在黑棋已经要、嗯、感觉要落后一点，十八目。嗯，就是多点一点。十一十二十，这把棋还是二十目。嗯。三十八目，三九四十，四十八目黑棋，五六七八九十十二目。三十的是不是二十二？嗯，白棋上面三十二三，但黑棋这棋好像还是明显落后。现在大概盘面能有几？盘面我觉得也是白棋，是不是白棋还可以？哦，那从厚薄上来看，也更应该是白棋还可以。对，就主要像黑棋这种，虽然可以便宜。但是等于这个白棋不补掉了、嗯、就是这样便宜之后白棋以后从绿边搬出来要差一些、嗯、这样因为这个地方就你只剩下半只眼，就是这边就会有区别。嗯，但是所以黑棋应该也不会马上走这个。对，黑棋的理想可能是先在上面定型，然后如果能定型比较满意的时候再回到下面的。啊，这怎么黑棋已经认了是吧？哦，这哎，你那出结果了？我这怎么已经显示白棋中盘胜了？但我觉得，嗯，好，我这暂时还没什么这么、哦，那也就是差距，还是他觉得还是。不过确实，我判断一下，感觉白棋盘面应该也有领先。嗯、是，但今天这盘那确实比想象中的要结束的早。是，不过不知道黑棋是直接认输了还是什么？那应该。应该是吧，我们可以再等待几分钟看一下情况。嗯，哎，那个图老就是前两天我们那个周三的时候的那个比赛。啊，对，你看就是我还那个没有看，因为当时那天就是十八号有比赛嘛，嗯、我首先就对唐雨欣下完，就是复完盘已经快要到六点了、嗯，然后就是当时。而且我晚上九点钟的时候上了下围棋 TV 网，当时准备看一下直播，然后就是对，发现网友说一个多小时之前棋已经结束，然后我想啊，确实双人十秒赛确实结束的比较快。是，那你觉得你怎么样？你有想特别想上场的欲望？是，我现在很想上场，我觉得，嗯，我需要主动请战一下，因为我觉得。不过虽然我们第一轮输了，但是我现在还是觉得北方队获胜还是没有问题的。嗯，很有信心啊。是，那就是如果你想上的话，你个人觉得你跟谁会棋风或者说配合上你觉得会更搭一些？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说不好，因为首先就是十秒钟一步，就是主要还、嗯、对，主要还是看双方临场的发挥。嗯，因为。嗯，你之前也就是大家也没办法磨合这个，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就双方实力都非常强大、嗯、所以说还是看主要当时临场的两方的发挥嘛。嗯，是，那也希望能够早点看到陀老的身影。是，我争取那个下周登场。嗯，现在这个结果有出来吗？我这一直就是显示那应该是可能我掉了，我再看一眼。哦，已经拧了。哦，已经拧了。是。嗯。感觉那黑棋这盘棋还是从这个跳应该就陷入被动。哦、跳从现在看这个两个就是这个当时他捞的两步、嗯、现在被白棋薅一个子，等于他从这个打入开始下面大概捞了十目棋、嗯、但中间被提了一朵花，但是其次这个白棋应该是两手棋下、嗯、然后尤其白棋中间太厚了，黑棋感觉是挺难下的，然后我觉得他这个飞应该还是有点
操之过急了。我觉得他并入的话，当时毕竟他一些目数还是小有领先，嗯，这样可能要比实战好，等于实战他虽然抢了一步这个，因为这被拖了一大飞，他自己已经没法补、啊、再补的话这跟自己就已经没有心情在这再划一手棋、嗯、但是感觉被顶穿的时候他选择顶的拼命，可能当时也是没办法，但是等于这被白棋很轻松的，因为像这种打劫可能本身是觉得还有点乱，但是白棋就简单的有几枚绝对的劫材，黑棋又不敢打劫，这等于被白棋顶过来之后什么都没走到，然后再从这儿拼命，白棋这儿下得很简明，等于在中间走个先手把这个一挡，等于黑棋就不够了。是，那等于事后来看，就等于黑棋抢完这个以后，这个地方比如果跟他并住这个对比的话，目数差的太大了。黑棋少了十几目，白棋又多了五六目，嗯、这等于在就在这种双方能每步棋下到目都很难的时候，别人又走了一个快二十目的架势，黑棋要是不顶，感觉都没法，就是实在是忍不了。嗯，对，这个确实，不过也是。感觉白棋这盘棋下的就是下的很好，等于白棋一直都走的比较厚、嗯、尤其是这个提完之后感觉也没有给黑棋什么机会，嗯，下的都挺简明的，等于这边他也没有要吃黑棋，等于就把自己目收一收，黑棋就不够了。嗯，是，等于还是白棋发挥的更好一些。嗯，因为其实黑棋也是就除了这步跳应该说是有疑问的地方，并没有下出明显的恶手。对，等于白棋这个地方通过计算下出了靠退了、嗯、再靠这边的强手之后，黑棋就一直很被动、嗯、等于白棋这是一连串的进攻，从这边飞下去黑棋不敢直接断之后，等于黑棋一直都很被动、嗯、然后等于选择实战这个转换之后也是判断很清晰吧，这个一提应该就是觉得形势明显优势。嗯，是，尤其后面黑棋这个就是等于想搅乱下局势，白棋处理的也很简明。嗯，白棋确实可能这是一盘完胜。嗯，对，那个托老，这个围甲已经进行了七八轮，这个北京队的发挥确实跟大家预想的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嗯，确实，我们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队每年可能围甲有、嗯、一是赛程比较嗯，就是可能从五月份开始到十二月结束，跨度了七八个月，我们每年大家确实发挥的也有问题，然后可能运气也有点问题，但是确实还没有像今年这么紧张的。是，我觉得我们后面确实得好好下，现在感觉首先我们自己都觉得现在成绩有点夸张。嗯，是，不过唯一好的一点就是毕竟还有十几轮。嗯，对，还早，还很漫长。对，我们确实得加油，因为像围甲这个国内最最重要的比赛，而且我们下程下得这么差也有点对不起就是支持我们的。嗯，是，不过还早嘛，毕竟半程都没有过。对，后面确实需要好好加油。嗯，那你们平时就是队里有没有摆棋之类的？队里我们确实怎么说，因为可能就是大家比赛比较多、嗯、所以说确实也是你们比较忙。对，而且我们又都在棋院训练、嗯、可能就是并没有说非常针对的下盘下轮要对哪个围甲的对手、嗯、我们就一起研究研究他们的棋，可能还是平时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法训练。但是确实我们现在成绩比较差，应该还是要从就是各方面都找一找问题，可能就是也应该就是研究一下对手还有调整自己。嗯，但我觉得可能还是你们可能在围甲中的心态或者是一些方面。对，有的时候确实你越是下得顺的时候可能获得胜利就越容易、嗯、反之就是你越输的时候可能其实你非常想赢，但是可能有时候棋就是棋也没有办法，你输的越多的时候你可能往往也还是很优势的棋也赢不下来。是，而且我们一般都说如果你想赢的这个心理过于
对，有点过强烈的话，对，过强烈的话可能会对自己是一种负担，就是啊，对，但是其实大家都本来都是同一起跑线，嗯，可能肯定是就是对方做的比你好，所以说，嗯，主要还是我们自身发挥有些问题。嗯，不过还是非常让人信任的一支队伍，也希望你们后面。不过确实，我也相信我们后面的围甲成绩肯定会越来越好。嗯，是，希望你们在后面取得好的成绩。嗯，好。嗯。哎呀，不过啊，今天这盘棋确实对有点快，稍微感觉本身是进程很慢的一盘棋，但是没有想到，嗯，对，也就是说这白棋通过这个很简明的这个转换就一直优势，嗯，等于黑棋，尤其后面这次反扑也等于又亏损了，所以说，嗯，等于棋局就很快就结束。是的，等于唐雨昕的这个后半盘没有发挥出来。主要是还是看什么局面，而且尤其是只要你做得够好的话，就，对方想翻盘也并不容易。嗯，是。嗯，需要向小范学习啊。嗯。那。今天这盘棋就为大家解说到这。嗯，好。虽然有点快，但是因为今天确实我们也没有准备另外一盘棋。嗯，是。那感谢大家的收看，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围棋 TV 的所有节目。下周三希望能够看到托拉的上场，好好，然后也希望能为玄武队扳回比分。嗯，好的。嗯，那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见。